在我的印象里，小浩哥母亲总是在不在是在我的眼里，但是不是什么在说，但是今天他有错，不是伟大。我觉得我不但车开得好，我连行李都听得好，是不是一点都不等？是不是不等？日内瓦的香真的臭的，大家猜一猜小凯的体重？哪儿啊？过了呀？过了吗？好，可以。哇！哇塞！真的假的？麻烦车买票，下车。哎，麻烦把票买一下。啊？票？车票？